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插头。再来，这个也是我们一般的插头。我就问，啊？是哪一个师傅设计的？来，你在给我开玩笑？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插头。哎，好来，再来，这个也是我们一般的插头。好的，再来。很多的时候哈，我们的墙壁后面都会有这种插头，对不对？还有电源线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再来，我就问，啊？是哪一个师傅设计的？来，我身高171公分，我在我们的部落已经是打中锋跟控球后卫了。来，你在给我开玩笑？你在给我开玩笑？坐在天花板，阿虎，请问，我怎么擦啊呢？哎，你给我坐在天花板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欺负我身高不够？你给我过来。